它的高度，万分间的高度大约，然后在手臂不能这样太高，上任这个在第一个，杀这个，脚放松，放松，稍微这个角度，这样就太高了。三角点它不是去隐藏，它是它这样就跑到这里，一个，因为它的能量刚才是这样进来，对不对？就跑到这里，怎么样？你再去看的话，这也是外头红线，这也是内头红线，好像。这个外道风线跟这内道风线相互之一这样，是吧？我这个外道风线啊，跟那个内道风线相互。它是能量，并不是要去放松，放松还是放松的。它只是能量，它不是要去硬压，不是这样哦。能量相碰的哦，能量相碰，能量相碰，这里是能量相碰一样哦。你踏在根会的，这个一样道理了。哎，一样道理，因为这个图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这样，不会说我这里到了再做，哎，这也不是啊。比如说我这样已经做好了，再去。这样做不出去了，啊，一样。